的是吸引所罗门，所罗门极其貌美，得神喜悦，期许大卫做以色列王。在耶和华面前，妻子就是玛利亚。这玛利亚是拿撒勒人，是童贞女。听我来讲理由，周围空气看见否，为何你就相信有？难道与你握过手？所以亲爱的朋友，不要一听马上走，必须公正来寻求。先问人从何处来，有人一听笑起来，当然母亲生小孩，再问母亲哪里来，奶奶的奶奶，最早祖先由谁来？真理不可不理睬，只要虚心把头抬，就知上帝创造人，朋友必须弄明白。这个是圣经抢答题，你知道的一定要马上站起来举手回答，不能够呢是学生当中唯一的一次出国是到哪里。张开手迎向每一天，把你恩典一定够用。一起结束但一离书和西雅图台上来。爷爷，哎呀，你这个小家伙走路都没有声音的呀。给游客传福音用的，这次不是世博会吗？对呀、啊，听说好多人去米兰呢，房子真好贵。对呀、啊，教会啊特意筹备了这次传福音的事工，你看要不要建模板才好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你迫切的祷告，后来呢，神就借着医生的手医治了你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在我们周围还有许许多多的人，他们还不认识耶稣，还活在罪恶。那我明白了，传福音就是把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扬出去，对吗？对啊，太好了。哎，来，孙女，爷爷把包背上，爷爷老了，能做的时间也不多了。孙女啊，以后这传福音的事工啊，你可要多多的参与啊，可别忘了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呢。说我可以参与你们，那我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？鲨鱼跟灵魂下地狱呢？我们的主耶稣就多一份安慰呢，也真为你高兴。走吧，孩子，走吧，走，走吧。游客，哎呀，你看，爷爷，你看，爷爷，我们快点放工吧。你去那边，我去那边，好吗？好，那孙女你可别走远，一会儿我们就这边。哎呀，游客，你们好，这是教会免费提供的旅游指南，祝你们旅途愉快，祝你们旅途愉快啊！上帝祝福你们。你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喂喂喂，能跟着的话，能跟着的话。你好，免费赠送的留守呢？免费赠送的留守呢？你好，免费赠送的留守呢？哎，免费赠送的留守呢？这什么？免费赠送的留守呢？是我们教会免费为您提供的。我看你已经大把年纪了。你好。
免费赠送了女儿子吗？啊，对不起，我刚才没听见啊。这是免费赠送了女儿子吗？免费的没有什么。要赠你大衣，是吧？是的。帅哥，可是你说你不用免费的东西，那我问你了，阳光、空气、雨水，你付过费吗？他说认识在购社团的人，还跟他是知心的朋友。吹牛啊，这几千年的东西了，吹牛吹牛吹牛。我没吹牛，圣经说啊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同胞们，人生苦短，抓住机会啊，赶快来信耶稣吧。天堂地狱没有第三条路，诚实了你、就是就是啊、我们就光吃好喝好是吧？大口吃肉，大碗喝酒，是吧？多少块是吧？可是人生灵魂的归宿，你们找到了吗？灵魂的归宿，灵魂的归宿，怎么才能找到灵魂的归宿啊？灵魂的归宿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呢。圣经说，神爱人，叫一切信他的都不至灭亡。你们只要找到了耶稣，就找到了你们灵魂的归宿。一张永爱照亮的灵灯，我愿行走在黑夜深渊中，来问我是爱的人，照亮最近的心伪装啊，我愿是爱的明灯，我愿用生命照亮你，我愿付出青春是歌声在号角，你在全都吹响。